是那个重庆带到南开方，我们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。在全美有500多华人华侨，我相信像这样的华住中心的就是侨团的设施机构也有很多。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侨团都能够团结和友爱，使我们华人在这里感到相互的温暖，同时呢，也使我们华侨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得更好、更安全，能够有我们华人的应有的地位。衷心的祝愿我们的华住中心越办越好，都成为我们华人温暖的家。